我挺期待有很深入的交流，因为我对他的电影也是比较了解，然后尤其是我看完这部作品之后，我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想去跟他讲，然后我希望是能跟他 match 上我们的就对作品的一些看法。59.6 刚刚好，对，然后很密，但是如果的那个降下的温度可能慢下来，就是从100慢慢到90、80、90，它就会 crystal 会比较大，对，比较大。